Mira 的吕卓安参演的 Feel TV 新剧《鬼前菜》因应疫情而暂时停工，早前他又放低牛包贴出在家抗疫的自拍胡须颓样，令粉丝们都十分惊喜。而伊顿昨晚再向大家发放笑弹，他在社交网站贴了一条旧片，教导大家优雅地剃手毛，更加轻轻吹一吹，最后还亲吻自己的手，非常惹笑。